2002年注定是中国考古史上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北京的瑞陵出现破损坍塌现象，急需抢救性发掘。这一消息震动了考古界，因为瑞陵的主人非同寻常，她是古代女真人的大英雄，金国的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也是葬于北京的第一位帝王。更重要的是，传说他陵墓里埋藏的金银财宝无比丰富，远比北京明清皇陵里的财宝多得多，因为金代曾经无比富庶。北宋时期，东北的女真族迅速崛起，他们在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建立了金国，然后打败契丹人建立的辽国，成为北方新的强国。后来阿骨打去世，他的继任者又攻入北宋首都开封，将北宋灭亡。两次大型战争中，金国几乎将辽国和北宋的国库一扫而空，还获得了南宋每年几十万两白银和几十万匹丝绸的进贡。所以金国在短时间内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般的财富，被有些历史学家们称为一朝巨富。在此过程中，女真人把首都从东北迁到北京，并在北京房山修建了大型皇陵区，将十多位金代帝王安葬在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瑞陵。由此，考古人员推测，瑞陵里应该有大量的奢华的陪葬品。有强烈的期待，因为这个女真族啊，她这个从这个氏族社会转变过来，她发动战争，把辽灭掉，宗京、上京、燕京都占领了，所以肯定是有许多这个金银财宝啊，都到了她的手里了。按照习惯推之，其中他喜欢的财宝应该是在他的墓葬里面。当时还有人推测，瑞陵里可能还有大量宋代艺术品，因为金人曾经把宋徽宗本人的字画还有他收集的历代艺术品掳掠一空，这些宋代珍宝总会有一些放进完颜阿骨打的瑞陵里。与考古人员不同的是，北京市民对于房山的金陵却不甚了解。这里位于房山周口店镇的九龙山下，附近有个小村子名叫车厂村，是个很偏僻的地方，所以很多北京人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它。即便是郊游从此路过，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真没有料到，还没想到还有房子。知道这地方还埋的17个金的。对，真的。这我很意外啊！13陵已经觉得很集中了，但是这儿更多。另外一个意外就是规模太小，给毁的太厉害了。挑了，即便当地老百姓，他们对金陵的具体情况也不了解。那时候都不知道，真的老百姓不知道是埋的是谁，叫什么名都不知道，不知道是金陵，具体都埋多少人不知道。虽然不知道这里埋着谁，但是村里人都知道，几十年前他们村还有专门的守墓人。过去都知道。我们这儿说他们老冯家的是看墓的，说最后到什么时候老冯家就是冯清，现在60多，
在他爷爷那边还看坟呢。那么完颜阿骨打的瑞陵，其确切位置在哪里呢？这个问题早就被考古人员弄清楚了。与明清时期的皇陵不同，房山金陵的面积很小，十多位皇帝的陵墓大都集中在九龙山下方圆不到500米的地方。根据历史记载，完颜阿骨打的瑞陵位于皇陵区中轴线的最上端，这里是整个皇陵区最显赫的位置。早在1986年，北京的考古人员就对瑞陵进行了普查，他们发现这里的确很神秘。下面很深，有东西，但是那时候叫做调查，又不能发掘。这种神秘呢，还在当地的老百姓啊，在这个铲地过程当中，经常有东西出土。在1986年的普查中，当地农民告诉文物普查人员，民国年间这里出土过一个非同寻常的铜盆。就在我们普查的时候，大家就讲，禅山地呢，说不上哪会就露出个窟窿，一掏出个大铜盆了。他们一描述，我说这哪是铜盆呢？说什么扛了就扛到那个市里去卖去了，卖30银大洋。那这跟咱过去老百姓的铜，绝不是那单薄的铜盆，那器肯定是青铜器呀。比这个大铜盆的故事更令考古人员奇怪的是，在1986年的普查中，他们发现瑞陵的表层居然整齐地码放着一些大石头。根据史料记载，金代早期的地陵建造很特别。他们在挖开表层土壤之后，直接在岩石层往下凿，凿出一个巨大的石坑，也称为地宫，再把棺椁放进去，然后填上黄土，夯住岩石。但是，任何史料都没有记载这种用大石头压住陵墓的方式。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埋葬自己的开国皇帝呢？他是否与女真民族的文化有关？瑞陵里究竟有什么？这一切都令人神往。尽管1986年对瑞陵的普查令考古界充满了好奇，但是国家有政策，对于古代陵墓一律不允许主动发掘。可是2002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因为暴雨导致山洪，瑞陵的部分石壁发生坍塌，整个陵墓急需抢救性发掘。于是北京市考古研究所对瑞陵进行了发掘。为了预知地下文物的保存情况，发掘之前，考古人员使用各种方式对瑞陵进行了探测，甚至使用了先进的这一消息对考古人员来说是非常令人振奋的。常言说十墓九盗，古代无论帝陵还是其他高等级墓葬，被盗的几乎比比皆是，而瑞陵居然是一座完整的帝陵，这就意味着地下丰富的陪葬品将完整呈现在考古人员面前。这个当时理解的应该是，你像帝王陵它应该是放很多的祭祀品嘛，你像这个金器玉器，这必须的都得有的。
正式的发掘开始了，首要的工作就是把瑞陵表层这些莫名其妙的大石头搬开。可是等到考古人员动手时才知道，这些石头太重了，一般都有几百公斤，有的重达一吨以上。于是考古人员请来专业的吊装公司，使用机械来吊装这些巨石。在吊装石头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些古怪的石头大多为圆形，棱角早已磨蚀，估计是当年工匠们从附近的山沟里直接拉过来的。但是令考古人员费解的是，即便在有吊装设备的今天，搬运这些大石头也显得很费劲，要是在古代就更加艰难。女真人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建筑皇陵呢？随着大石头的逐步吊装，人们发现这些石头上还有用朱砂写的字，如定州、张家等字样。考古人员推测，可能是当年河北定州一带的石匠被征调来参加瑞陵的建设。后来更令人惊讶的事情出现了，表层巨石搬走之后，它的下方是一层纯净的黄土夯筑而成的夯土层。原以为它的下面就是棺椁，可是没想到它的下面还有一层巨石。搬走第二层巨石后，下面仍然是夯土和巨石，如此这般居然有五层巨石。为什么要在墓坑里压上这么多层巨石呢？当发掘进行到这一步时，考古人员开始觉得瑞陵的确非同寻常。我们知道了，那么这个石头下面隐藏着天大的秘密。在清理巨石的时候，考古人员在墓坑的东北角发现了一个盗洞，这个盗洞上面大下面小，被墓中的巨石挡住了去路。我们就挖个探方看一看，挖个探沟。那个也就是挖了不到一米的探沟的时候，就一哎呀，那个一下就看着这个盗洞了。嗯，于是我们也一样啊，顺着盗洞往前走，遇见大石头了。根本就挖不下去了。盗洞是在东北角，竖着打的盗洞，它竖着打的，往横上走的时候，就是一层一层的这个防盗石和土，它之间那个结合的挺紧的。完了之后，你是往里倒不过去的。这时，考古人员才逐渐意识到，那些一层层叠放的巨石是为了防止后人的破坏和盗墓贼的侵袭。这是当时啊防盗措施用的，怎么用呢？就是把这个石头棺椁放到穴位的下面，搞黄土啊，先把它填上，上边摆上这种大石头。这个石头啊，每一块石头都在四五百斤以上，重的达到一吨。然后再填上黄土，把这黄土夯上，上面又搁了一层大石头。这个大石头上面再夯上黄土，这个大石头当年啊，得高撬杠撬起来，雕链啊一点点往前雕，大小200块。所以说呢，你即便是你能够把那个这个墓穴的盖儿打开，你也不能够盗墓，这石头你就动不了。所以目前呢，是在全国这个陵墓当中用这种方式防盗的，目前发现的还仅此一例。搬走所有石头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最后把墓坑内的所有黄土清理完之后，整个地宫呈现在人们面前。今天瑞陵的地宫仍然大致保持着当年的样子，这是一个由人工开凿而成的巨型石坑，长13米，宽9米，
深达5.2米。在石坑的石壁上，当年工匠开凿的刀斧痕迹还历历在目。历史记载，当年修建瑞陵时间仓促，工匠们只用了5-6个月的时间，就在岩石地基上生生凿出了这个巨坑。虽然这种巨型石坑开凿起来十分辛苦，但是在考古人员看来，瑞陵的形制与中原王朝的陵墓相比还是过于简陋。一般来说，中原皇陵的地宫比较复杂，建有墓道、墓门、前厅、后室和两边的耳室，地宫的墙壁上还有壁画。而瑞陵仅有一个简单的石坑和4具棺椁。在古代，有地位的人死后，他的墓葬里一般都有2层棺材，外面的一层叫椁，里面的一层叫棺。在这些棺椁中，最大的那个叫做龙椁，因为它的椁板上雕刻着精美的龙形花纹。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与当年稍有不同，这具龙椁是复制品。在发掘瑞陵的2002年，当人们看到它时都很吃惊，因为这具龙椁已经破损严重，只有一面的挡板还立着。龙棺呢，就是整个全塌下去了，塌下的时候就是前脸这留着呢，后边就全塌下了，就是里边这些那个木棺呢已经都烂了。考古人员注意到，龙椁挡板上的龙纹是汉族典型的团龙纹，周围配以云水波纹，这种纹饰很早就有，在古代一般广泛应用于宫廷和皇家园林中。但是用在皇陵的棺椁上还是第一次发现。令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在龙椁的旁边是另外一具较大的棺椁，外形非常完整，椁板上雕刻着凤凰的纹饰，被叫做凤椁。开眼界。目前嘛，我们国家啊，以椁来代棺这种葬制呢，在汉族在许多少数民族当中也存在，但是呢，把这个椁板上雕刻成龙凤，目前来看还只有晋陵这一处。除了龙椁和凤椁之外，另外两具棺椁的椁板上没有任何纹饰，被称为素椁。它们每一个都由6块石板组成。很明显，龙椁应该是完颜阿骨打的，而凤椁则是皇后的。另外两具素椁里应该是嫔妃。在打开这些棺椁之前，一个巨大的疑问摆在考古人员面前：为什么凤椁和两具素椁都保存完好，而龙椁却破损严重呢？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因为据明史记载，
明朝天启年间，女真人再次在东北崛起，严重威胁到明朝的安危。于是有人对天启皇帝说，女真人之所以再次崛起，是因为他们祖先的皇陵在北京，而且王气太盛，只有破坏金陵的龙脉才能阻断女真人的强盛势头。于是明朝政府就大规模摧毁北京的金陵。民间传说，明朝军队还扒开金陵的地宫，砸烂了里面的陵寝，然后在上面压上一重重巨石，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如果是这样的话，龙国的被毁就不难理解了。但如果真是这样，这些棺椁里还会有什么有价值的陪葬品呢？想想这个前景，考古人员都觉得很可怕。对此，王德恒认为，明朝人并没有打开瑞陵。不是不是不是，尽管他用黄土夯上了，上边再搞这个大石头，但我们知道这最大的石头上吨，也就是2000斤啊，最小的石头那都有400-500斤，所以它长期这种压，而且那个龙椁啊要高出一块啊，将近8寸，将近1尺，所有的承重呢都它承重了，所以就压坏了。因为如果是砸坏的话呢，肯定破坏的一无是处了，这还能拼起来。陈亚洲也不认为瑞陵的地宫遭到过人为破坏，因为现场龙椁的残片上还有一些类似松香的物质，估计是古人用来密封棺椁的。我们认为就是当时啊下葬的时候有可能用火烤松香，直至这个东西它一见火完了再一冷却，我估计是这么炸的，不是盗的。在明代只是毁陵没盗陵，也因为没盗洞，它只是就是平均的塌下去的。所以说咱们是当时是根据这个分析的，说是下葬的时候啊，用火把它惊着了。其实在整个发掘过程中，地宫上方的土层夯筑和岩石的码放都很细致，很有规律，不像是大规模破坏后匆匆回填的结果。这个看来没有完全打开，从我们发掘的迹象来看，因为我们那86年调查那个所谓的纪事坑，那好多都那大石头相当大，上千斤的几百斤都压在里边了，这一压它分量也是相当的重了。既然地宫没有被破坏，那么在这些精美的棺椁里就有可能发现人们期待已久的丰富陪葬品。发掘继续进行，在清理那两具素椁中的一号素椁时，没有看到墓主人的尸骸，只有一些骨灰。除此之外，还出土了2件鸟类图案的玉雕，专家们称之为透雕海东青梅花式件，这是一种在中原地区很少见的玉雕图案。尤其是玉雕中的海东青，它是一种濒临灭绝的猛禽，飞得又高又快，是女真人用来打猎的猎鹰，也是他们的图腾。接着二号素椁也被清理出来，出土的东西仍然很少，除了一些墓主人的骨骸之外，只有2个金环，而且它是空心的，专家们叫它竹节荆轲。竹节荆轲也是女真贵族女人喜爱的饰物，通常作为非常显要的头饰佩戴在帽子上。空心的不是说是女真人使不起金子，但是空心的金子既好看既有装饰作用，那个工艺当然也更复杂，同时呢它也是就是使得这个冠饰能轻一点。你想这么重的大金环子，要是10斤的给一块挂俩，这人这一天的日子就没个过。
尽管出土了极富女真贵族特点的随葬物品，但是它们太少了，与考古人员事先的想象相去甚远。特别是我宿管里边作为陪葬，他应该也有个放东西。慢慢的，考古人员开始清理。正确的意见，纳言本身是这个意思，但是他因为了要是警醒人们也表现身份的话，到了我们金时期已经明确，因为他这是冠后是很明确的，就挂在就是斧头后面，女子呢挂在花烛冠后面，他就是说是钉罪在那上的，表现身份也表现一种威仪，只是一种羽服制度的一种礼仪，还不仅仅是为了美。很显然，目前的金丝凤冠只是一个骨架，它的外面肯定蒙有丝织物，而那些金饰件和玉雕则应该缝缀在丝织物上。由于年代久远，丝织物腐烂，金饰和玉雕都从帽子上散落下来，所以可以想象，当年的凤冠应该极其华美。当时刚一开始看的就是金丝冠罩出来了，后来就是激动，就是认为这里边这个，哎，这个下葬那个很多的这个什么陪葬品。然而激动过后，凤国里就再也没有出土什么东西了。当时大家都很诧异，皇后的棺椁里怎么会只有这几件东西呢？它与人们想象中奇珍异宝堆满棺椁的景象相去甚远。疑问过后，大家只好把希望都寄托在破损的龙椁上。首先，龙椁里清理出一个头骨，这是谁的头骨呢？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完颜阿骨打吗？肯定就是女真的男性，是不是阿骨打的？因为咱们现在没有确证。为什么没有确证呢？第一，没有墓志，这是确证。第二，我们还没有一个那什么，属于阿骨打，阿骨打直非常直系亲属的 DNA 比照物。很快，头骨被严格保护起来，并送到东北一家人类学研究机构进行相关的研究。接下来的发掘和清理更是令人震惊，在破碎的龙椁里居然再也没有出土任何东西，甚至连墓主人头部以下的骨骸也没有发现。也就是说，如果墓主人是完颜阿骨打的话，那么一代开国皇帝的大墓里居然只有一具头骨，不仅没有丰富的随葬品，甚至连他身体其他部位的骨骸也不知去向。这是中国考古界在发掘帝王陵寝过程中从未见过的情况。
历代都如此啊，都要厚葬啊，这里头要放很多的东西，就生前怎么着，死后还要怎么过啊，这是人之常情，也尽孝道。还有封建帝王都如此啊，来给自标榜自己的多么富有吧。从我们出土的东西来看，在帝王当中是比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啊，而且有石椁，里头有木棺，木棺呢但是也有修漆啊，也有这个嵌各种的这个一些图案啊，也有雕啊，好雕龙雕凤，但里头的出土的东西相当的少。还就是在他这个夫人就皇后的这个墓里出一些这个玉件之类的东西很少啊。有没有可能这不是完颜阿骨打的陵墓呢？因为正如王德恒所说，这座墓发掘了半天居然没有看到相应的墓志，既然如此，就不能完全断定墓主人一定是完颜阿骨打。这个问题一经提出，马上有人想起一件事情，在1986年进行文物普查时，这座墓边上曾经出土了一块石碑，上面好像有很重要的信息。目前这块石碑就伫立在瑞陵的旁边，碑上写着睿宗文武简肃皇帝之陵。我更倾向于是这个睿宗嘛，因为那碑也非常明显的写的，也就是阿骨打的儿子完颜宗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这个睿宗文武简肃皇帝是谁呢？睿宗文武简肃皇帝，咱们发现他的碑了。睿宗是谁呢？是金四中的父亲啊，是睿宗，他的陵是景陵啊。咱们发现这个碑，这是86年发现的，很重要，因为这是在北京地区唯一的金代的最重要的一块碑的发现。金四中啊，在海陵王迁都以后，迁陵到四中的时候，这样社会已经很发展了啊。他做了皇帝以后，他给他父亲就应该说就迁葬在这里啊，就埋葬这个金陵，所以他竖碑了。也就是说，这个墓主人不是完颜阿骨打，而是金世宗的父亲，是从东北迁葬过来的。如果是这样，问题就好解释了，很可能在迁葬到北京之前，睿宗的尸骨早已腐烂，原先墓里也没有什么随葬品，所以迁来之后的墓里也很简单。但是绝大多数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这个墓的位置很险要，位于整个陵区的中轴线的顶端。按照古代的招募制度，这个位置只可能用来安葬金代最显赫最重要的开国皇帝，那么这个人就是完颜阿骨打。根据文献的记载，当时在这个金陵的主陵区，应该它是按招募的排列的啊。特别是清代有个大宝鼎，它在这宝鼎的后边15米，我们一分析它正中，它迁的时候就迁了完颜阿骨打。因为从这发掘的这个石椁的这个形制来看，它有雕的什么龙纹啊，那个呢是雕的凤纹，这显然龙纹是谁能雕呢？那肯定是皇帝了，是吧？那么而且那时候迁陵第一个就迁陵完颜阿骨打的，就京太祖的。所以我们这么来分析呢，从文献记载，从我们实地的考察和这个发掘来证明，他就是完颜阿骨打的睿陵。可是完颜阿骨打的陵前怎么会没有墓碑呢？完颜阿骨打的陵发现了以后，只有4具啊尸椁啊在地宫里头，并没有发现的碑。他仓储啊下葬，当时这个碑呢也可能没有，我没有发现，也可能碑呢现在散落在地上，碎片很多，估计来讲是没有竖碑。尽管如此，大家的疑问仍然很多。为什么一代帝王的墓里只有一具头颅，躯干部分哪儿去了？当年下葬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明朝政府真的打开过龙椁，并拿走了里面的随葬物品，还将阿骨打的尸骨破坏殆尽？对此，王德恒坚持自己的看法。
不会的。如果它能破坏到龙果的话，那么就是说那个龙果它被破坏的状态。我们发现的时候，虽然它这个果板碎了倒了，东西都没少，棺椁里的东西没有被扰乱。王德恒认为，如果明朝政府真的打开过瑞麟，肯定会把其他的棺椁一并砸烂，可是另外三具棺椁基本完整，凤椁里还有漂亮的金丝凤冠和很多金银玉器，这说明瑞麟没有被扰动过，更不用说棺椁上面那些排列整齐的五层大石头，谁见过破坏人家的陵寝之后还费那么大力气把墓上的大石头恢复得整整齐齐的。根据出土情况，你比如说那就是应该在那个最值钱的啊，最有特色的用黄金打造的那个凤冠啊，那个玉饰的配件镶在凤冠上的东西，那都比较珍贵，原样就摆在那了，没有被动。也有人提出，可能地宫里的棺椁上原本没有压大石头，明朝政府破坏瑞麟之后才专门在上面压的大石头，这不正好与民间传说压上大石头让女真人永世不得翻身相吻合吗？这就是个谜啊，这就是我们值得深思啊，觉得是自然损坏的，为什么他这个这么结实的就损坏了呢？那为什么盗墓贼我们又堵上也没进行挖掘呀？而且天启的时候他要在地面上啊，那么种种原因综合来讲，他这个破坏的是个谜。一系列说法扑朔迷离，他真是完颜阿骨打的陵墓吗？如果是，为什么这么简陋？为什么只有头骨，其他部位的骨骸呢？难道阿骨打被人砍了头？为什么龙骨破坏的那么严重？是谁破坏的？金国从辽国和宋朝获取的天文数字般的金银珠宝去了哪里？要解开这些谜团，或许我们要回到阿骨打的故乡阿城。2002年，北京房山的瑞麟被打开，这是金代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的皇陵，从未被盗。但奇怪的是，在他的墓室中，除了一具头骨和一些简单的女人首饰之外，居然没有什么太多的发现，这令考古人员大为震惊。当年金国灭掉辽国和北宋之后，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般的财富。作为开国皇帝，瑞麟怎会如此空空如也呢？那些巨额的财富上哪儿去了？所有的答案都在千里之外的阿城。这里是金国最初的首都，完颜阿骨打死后最初也葬于此地，后来才迁往北京。也就是说，要想探寻金国巨额财富的秘密，阿城的太祖出葬陵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出葬陵位于阿城的西南郊，陵园里有一个很大的土丘，历史上女真人叫它大宝顶。在它的后面是一个华丽的祭祀殿，位于大殿正中的就是完颜阿骨打的雕像，身旁是当年与他一起征战的兄弟和将领。但是出葬陵里最隐秘的地方是祭祀殿下面的地宫，就是安放金太祖灵柩的地方。
北京的瑞陵不一样，进入出藏陵的地宫，首先就能看到一个非常讲究的门廊，尤其是木门，其华丽程度远非北京的瑞陵可比。走过木门，地宫里更是有着复杂的布置。在地宫的正室，这里安放着一个巨大的石椁，上面雕刻着精细的花纹。但是，无论是石椁里，还是整个地宫里，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传说中那些丰富的随葬品在哪里呢？实际上，这个地宫只是近年来为了旅游开发而新修建的。真正的地宫在大宝顶之下。大宝顶就是一个大土堆，是在地宫上修建的坟冢。从空中看，它的体积很大。但是地宫的入口在哪里呢？据说当年修建时，它就已经彻底封闭，考古人员也从未对它进行过发掘。上世纪90年代，经物探部门探测，大土丘下却有一个小型空间，应该就是地宫。这个呢，就是阿骨达的出葬陵，1993年呢进行物探。探的结果是呢，下边有一个大地宫，是200平方米。它的侧面还一个小的陪葬的这个宫，其中呢是40平方米。经过磁法和电法进行测试，里边呢这个金银铜铁东西没有。为什么一个帝王的陵寝里没有金银陪葬品呢？这的确令人难以置信。或许这与女真人的历史和丧葬习俗有关。北宋时期，女真人主要生活在松花江流域，阿城是重要的活动区域。今天的阿城区是一个很现代化的城区，但是在古代，特别是在北宋时期，这里还只是一个女真人聚居的小村子。女真人以渔猎为主，性格彪悍，战斗力很强，但处于契丹人的统治之下。在东北各地，考古人员往往能发现一些很奇特的白玉饰件，上面雕刻着海东青的图案。这是一种濒临灭绝的猛禽，它是女真人的图腾。女真人为什么把它视为图腾呢？因为这种鸟，它呢速度非常快。如果它要起飞，像往上飞可以直冲云霄，往下飞俯冲千米。所以它这个速度，由于速度快，所以它击天鹅、击大雁，一下可以中立。然后它再往下看，看到有一些小动物，甚至有的可以说小鹿、小羊，它都可以捕捉到。所以它这个东西呢，以小博大这种精神，非常顽强、非常迅猛这种精神，是女真人心目中所想象的，所以把它作为女真人的一种图腾。北宋后期，女真人打败辽国军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金。阿骨打称帝后，在今天阿城区以东10多公里的地方建立了第一座都城，当地人都管它叫小城子。今天的小城子早已荒废，变成了一大片菜地，但是当年用土夯筑而成的城墙还隐约可见。
我身后呢就是小城子遗址，它是近代建国之初就存在的一座城池。这座城池虽然小，但是呢在城池之内曾经出土了大量的绿釉建筑构件。对此当地老百姓也有传说。这个小城子再早的就是完颜阿骨达最早这个小打小闹的时候在这干过，人家事业干大了，就是那地盘扩大了，他就完了建南外城，把这旮沓就变成那个城隍庙了。抓住地当时的女真社会很落后，人死之后都是火葬，并伴有古老的宗教仪式，这就是古代的萨满。今天阿城一带仍然有萨满舞的表演，但只是一种旅游项目。萨满呢，它是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母文化，那么女真族呢，尤其对这个萨满文化就是重视的程度就更高了，因为它就是它这个母体的宗教信仰。因为它地处这个严寒嘛，所以说这个萨满文化对女真人的这个精神的塑造起着一个什么直接的这个作用。萨满是原始宗教，信奉回归自然，所以骨灰一般就地掩埋，连棺材也没有，更谈不上有什么随葬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北京的瑞陵里随葬品是如此稀少。女真人啊，有一种叫做薄葬的习俗。女真的葬俗呢，就是一般的那个老百姓平民呢，他都是火化，只有贵族才是不火化，就是下土那个把自己的尸体保留着，完整的来葬。但是他葬的时候呢，也随葬品的珍贵的金银财宝也很少啊，也许一种习俗吧。女真人这个他把钱呢都主要用在军事上。当时女真贵族特别是军事将领，他们死后往往将陪伴自己的战马一起随葬。最初的时候他们葬马啊，因为他们对马非常有感情，人死了之后呢让马来陪葬。但是后来呢有一个大臣是对太祖说不要葬马啊，因为马是咱们的这个战斗力。从不葬马开始，我分析啊，这个金代的贵族就说咱们既然不葬马了，咱们金银财宝也不要葬，用来发展女真的事业上。根据考证，完颜阿骨打的太祖出葬陵可能在女真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这个整个地穴呢，200平方米呢都是石头砌的，里边呢它的棺呢应该是石棺，因为女真人火葬嘛，它是第一个这个进行土葬的，所以大家叫女真人第一陵。完颜阿骨打死后，他的弟弟完颜吴乞买继位，史称金太宗。他继续攻打辽国，最终将其灭亡，获得了辽国府库里大量的金银财宝。2年后，金军又攻陷北宋首都开封，将国库一扫而空，还获得了南宋政府每年几十万两白银和几十万匹丝绸的岁贡，可谓一朝巨富。于是金太宗在今天阿城以南建立了新的都城金上京。金国那些天文数字般的财富大都运到了那里。那么这些财富后来去了哪里呢？历代史学家们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有趣的是，一个神秘的古代石刻给这种推测提供了线索。它位于阿城区亚沟乡的一个大山之中，这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上世纪30年代，一个日本考古队发现了它，称它为亚沟石刻。石刻中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像，由于年代久远，现在已经有些模糊。我那个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带我们上这儿来，那时候可清晰了，到现在看不清了。亚沟石刻的神秘之处在于，画像中的这两个人物究竟是谁？为什么要刻他？根据画中人物的衣饰，大多数文史专家认为，他应该是金代的作品，刻画的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和他夫人的形象。他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形象。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他是女真民族的民族英雄。史书上记载，他呢就是相貌端严，身材魁伟，睿智多谋。他在建国之后伐辽征宋，在这期间呢领导了很多以少胜多的这个战役。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说法。亚沟石刻是金代的早期石雕艺术遗存，关于它的内涵有几种说法。一种呢说它是金代的护国临神的形象，还有一种呢说是它是指示着金代的陵墓的所在地。但是更多的注意韩风提到的第二种说法，说它指示着金代陵墓所在地。果真如此的话，它指的是哪个陵墓呢？很显然它不是太祖陵，因为太祖陵就在金上京附近，这几乎尽人皆知。史书记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死后，他的弟弟完颜吴乞买即位，史称金太宗。十多年后，完颜吴乞买去世，金熙宗继位。此时的大金国已经非常强盛，控制着北起黑龙江、南到淮河的广大国土，女真贵族也迅速汉化。为了让帝国永久延续，金熙宗聘请中原的风水大师，在金上京一带的大山里找到了一个符合地灵风水的地方来安葬自己的先辈。这个地方在史书上被称为胡凯山，金熙宗在此为金太宗完颜吴乞买修建了豪华的和陵，并把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棺椁从金上京城附近的太祖出葬陵迁到此地。后来金国的王公大臣死后，也有很多都葬在这一带。或许和陵就是亚沟石刻所指示的神秘金代陵墓。可是胡凯山在什么地方呢？在阿城以东几十公里的大山里，有一些巨型的石雕，几乎用整块的山石塑成古代武士的半身像，当地人叫它武士山。传说他们是守卫神秘地陵的金代武士。更有意思的是，在它附近有一个神秘的大山，名叫老母顶子。等了再过几年了。说老母顶子神秘，是因为山坡上有一些奇怪的东西。这是那个石人是吗？蜈蚣洞。什么？石人，也叫蜈蚣洞。嗯。这是他的头。头没了。这些无头的石雕有三种，一种是古代的文官，一种是古代的武将，还有一种是石兽。
头，对头，嗯，这是他的手是吧？那手，这是个五官，五官，他握了一把剑，哦，握了一把剑，这是剑是吧？对 对，这是剑柄，剑柄，这是剑，这个啊，肌肉，哦，像这样的可能是什么级别的这个？这就是都得至少是一品。一品以上，一品以上。王公贵族才能有这样。对对对。王公贵族有的也不行，必须够级别。哦，这样啊。还有别的吗？那边也是是吧？有，这是石羊。这是一个石羊。它这个完整的格局是啥呢？前边有一对望兔，完了一对石羊，一对石虎。有的时候一对石人，有两对石人。嗯，完了后边就是我们这地方现在发现了几对石人石羊呢？现在这个应该是有两座，但现在已经发现了有几个呢？石人现在这嘎子是仨，那边有一个恢复了，那都剩下的都没有了。这也是石人吗？对，这嘎现在有三个。这应该是围观是吧？这头也没了，这应该是头。是头，这是文官。那边好像也是一个什么东西是吧？这个，那是个石人，这也是个石人是吧？对。你看，这好像是个文官啊。哎，这是个文官。哦，武将还是文官？文官。这头也没了，抄手没人，拿着护板没人。护板。啊，这应该这条没了，头没了。嗯，一般的墓里前面应该是有两个石人，两个石兽。两个石虎，两个石羊。一要是那啥，一般是四个石，一对文官，一对武官。那我现在只发现了三个石人。当时那个拉走了，还有一个拉走了。哎，拉走了。那就是说，这个地方埋的这个人，至少应该是一品以上的这个王公贵族。对。很显然，这些石人石兽是古代帝王将相墓前的仪仗，也就是说，古代这里有等级很高的墓葬。更令人惊奇的是，如果用古代堪舆学的观点来看的话，老母顶子一带有着无与伦比的风水。咱们现在看的这座这个陵墓，因为不知道它是谁的，但是它这规格是很高的。你看这边拉，你看有山是吧？我这右边拉，是吧？左边拉有山是吧？叫左青龙，右白虎，后边有主体有山，这就是靠，对个有山叫照。是吧？下边咱们上那天不是有一条小水过去吗？哎，这就是基本的。前些年，也老有盗墓贼暗地里前来光顾。这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文物贩子或盗墓的贩子？现在有吗？现在这案件没有了。要不刚才谁在那块儿，他扒拉扒拉，我说你干啥呢？我说我就过来，我说下来。村里人都知道了，是不是？那你看这玩意儿都保护了。这玩意是文物啊，是吧？现在属于他们烂挖的话，他们犯法。今天老母顶子发现的完整石人石兽已被当地博物馆保护起来。考古人员推断，这里既然有如此多的石人石兽，那么金史中所提到的和陵应该就在老母顶子山上。人们猜测，如果亚沟石刻真的是在指示某个金代帝陵的话，那么他所指示的可能就是这里。你说，这个大泉去的那个。十多年前，当地文物工作者就开始在这一带找寻传说中的和陵。据推测，和陵应该比阿城附近的太祖陵更接近中原的帝陵，应该有大型的墓穴和丰富的陪葬品。可是十多年过去了，和陵仍然没有找到，但的确发现了一些金代墓葬，零星的散落在附近的林子里。当年考古人员曾经在这个坑里发现了金代石质棺椁。
这没回乡里，没回乡里，太好。你这是真的吗？对呀、啊。嗯，你去下去看，我看。就在这个位置，比如说那个石棺，石棺是这么两具，是这么放的还是这么放的？这么放。这么放。对。这个冲东的是吧？它应该是冲东的。冲东的。当时这有两个石棺，两个石棺。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这里一直都有盗墓贼光顾。后来文物管理部门及时对它进行了清理和保护，用泥土重新覆盖，做了回填处理。啊，怼他们一个棺材板上了，硬的石头上。就是下面还有那个石棺的那个板子下面是吧？对，原来都是裸露的，为了保护文物，完了又把它回填了。那么，这些墓葬是不是传说中的何陵呢？当地文物工作者觉得非常可疑。首先，这些石坑的周围有很多大石头，它们每块重达半吨，这令人想起北京房山金太祖的瑞陵。2002年，在发掘瑞陵时，北京的考古人员发现，地下棺椁的上面也覆盖了几层这样的大石头，主要功能是防止盗墓。这是金代贵族墓葬特有的丧葬方式。既然棺椁上的防盗石被搬开了，这就说明他们被人打开过。又是在什么年代被打开的呢？其二，在当年对这些墓葬进行清理保护时，除了残砖碎瓦，每座墓穴里都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像是被彻底清扫了一样。这不像是盗墓贼所为，因为他们只要墓里的金银财宝，而不会动其他东西，比如骨骸、陶器和其他丧葬用品。更令人奇怪的是，任何贵族墓葬都会有相应的墓碑，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现。第三，当年考古人员在清理保护时发现，这些墓穴都很小，由几块石板拼接而成。这是我们在附近大山里看到的另一处金代贵族墓葬，它是金代开国元勋卧鲁的家族墓之一，其墓穴也很小，由几块石板拼接而成。据说它与当年老母顶子发现的墓穴非常相似。这样一来，专家们就更加搞不懂了，因为在北京瑞陵的地下，那里有一个人工开凿的巨型石坑，即便是阿城的金太祖出葬陵，巨型大土丘下也有一个很大的地宫。如果老母顶子上面的金代墓葬真是埋葬金太祖和金太宗的和陵，为什么它没有大型的地宫，而只有一些很小很简陋的石板棺材呢？所以当地的文史专家们认为，现在所看到的这几处墓葬遗址应该不是和陵。
不应该是河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从山体说形制规模它都不具备皇帝陵的那个格局。像北京大王山阿凡达陵出土和大监国志的记载，金代的皇陵是凿穴，以山凿穴是吧，是那种方式，这个是石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另外这个皇帝陵呢，有皇后有皇妃，那个应该有墓室或者有空间，这就是两个棺椁，所以它肯定不是。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有很多。因为呢，现在被盗的或者是已经出土的这些个石像生加上龟腹，它和呢金代的皇陵呢不太匹配。按照北京那个葬制，它是抠地而穴，它不是呢几块石板拼凑而成，所以呢我认为河陵呢真正的穴位没有找到，还是个谜。后来专家们从古代文献中终于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原来继金熙宗之后，完颜亮即位，史称海陵王。他是一个汉化程度很高的皇帝，为了有效统治中原，1153年他把首都从阿城的金上京迁到燕京，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北京从此成为一个王朝的首都。为了彻底贯彻政治中心南迁的主张，海陵王把河陵里金太祖和金太宗的棺椁挖出来，加上其他王公贵族的祖坟一起，先后迁往北京，并在房山一带修建大型皇陵，这就是北京金陵的由来。为了防止王公贵族们偷偷返回家乡，海陵王还把老的金上京城一把火烧毁，并彻底摧毁了胡凯山的河陵。他为了把这个念想彻底消灭，1155年又派了吏部次郎把整个的大族完全迁走，把房屋全部烧掉，夷为平地，让老百姓种地。到1155年迁陵开始，就是太祖、太宗，因为太祖、太宗葬在河陵，就是咱们老母顶山那一带。因为起陵时候，他有个中原人也有那规矩，碑什么的都要砸破。在老母顶子山里，一个奇怪的龟夫也印证了这种说法。看不出来，看这个坑，本来他这个应该是一个长方形的啊，这属于魅王宫的半成品。这个、把碑把它插到山里了，驼石碑的这是。嗯。说这个坑就是说，这东西没完成。就说这个本身这个坑应该是有这么大，还有这么大，对对对对对，是吧？现在就只挖了一半，对，还没挖深。对，就说这个是半途而废的。半途废。为啥呢？哎呀，因为它不能驼石碑了，立不上了。为什么？就是说有几种可能。嗯。一种是，可能它在丧事期间，离这个国家有重大变化，迁都了。嗯。迁都了，说那就不能埋这儿了，就跟着走了。那这个迁都就应该是海陵王的迁都是吗？应该是在这个期间是吧？至于这个人是谁，肯定也是个大官。嗯。由此，河陵的谜团有了眉目，很有可能现在的老母顶子就是当年修建河陵的胡凯山，而目前发现的几座金代墓葬只是一般的贵族墓，所以它墓穴很小。只由几块石板拼接而成。之所以里面没有任何东西，是因为在海陵王时期，这些贵族墓里的遗骸和随葬品都被迁往北京，而金太祖和金太宗下葬的河陵也被迁往北京。由于它的地面建筑被海陵王拆毁，墓碑被砸，所以它的真正位置至今也没有找到。应该在这山，这山里头因为面积很大，要找这河陵因为也很难，找到也20来年的时候，无时不刻在找。你迁走了之后，因为它是穴呀，它是凿山这个凿的穴，它这个东西它不能整没了，顶多它是掩埋了回填了，那种这个已经凿成的那种
建筑物，它应该是存在的，就是很难找了。这一结果无疑令人失望。那么阿城一带的大山里就没有一处完整的金代贵族墓葬吗？金史记载，海陵王之后，金世宗完颜雍继位，他重建了金上京作为陪都，还允许某些德高望重的前辈叶落归根，死后葬在老家的土地上。刚才提到的卧鲁墓就是一处保存完好的家族墓葬群。卧鲁就是金代早期著名的军事将领完颜卧鲁，他跟随完颜阿骨打一起南征北战，被封为金元郡王，所以在盗墓贼看来，他的墓里一定有很多值钱的东西。像老母顶子山的金代贵族墓葬一样，卧鲁家族的墓地也有一些石人石兽和一个大型的龟夫，但是现在这个大龟夫已四分五裂，背后是一个偷窃宝藏的故事。这个龟夫啊，为什么变成这样了呢？就是文革期间这个屯里头有个叫刘海臣的人，当时就感觉说这个大乌龟底下肯定没有宝藏，然后他就整雷管就搁在这龟夫上面，最后一炸了，炸之后就形成了这样了。炸了之后，这个龟夫肚子下面这个地下面到底有没有宝藏呢？那不可能有啊，因为这龟夫本身它不是埋宝藏的地方，它龟夫是神道上的一种这个碧玺，说它这后边才有这个宝顶，才有棺椁，才有埋葬这个尸体的那个地方。所以他炸这个是吧，他也不知道这底有啥，就形成这龟夫底下压着是吧宝藏，这错误的认识。你说这个古墓他们启动，出于同样的贪婪，近年来很多盗墓贼也都盯上了这里，他们伪装成各种身份在山里转悠，用先进的仪器四处探宝。于是当地的文物管理部门就在附近村里聘请了一位农民看护这些古墓。这块原先是平的，完了有四个外地人来盗墓的，好像是反2007年左右是吧，他有四个外地人来盗了，来盗了吧，但是他们学墓好天了，完了有一天我放牛回来，他把这块就弯个刚还没见着石棺呢，刚下这几个石头的台阶，完了我就发现我就回去，紧忙就给他们博物馆文物馆打电话，当时候我回屯子找十多个村民给看一宿，完了第二天他们来清到棺材底儿，完了没发现啥玩意儿。棺材里面有啥东西吗？当时没发现什么玩意儿。所以这庄管员那管都管不住啊，这家黑的白的在这儿，什么探宝的，什么南方来的，说北方来哪儿都有吧，是吧？所以这个管理和这个文物管理的难度也挺大。再说这个也没有进行发掘，究竟卧鲁墓在哪里的，啥规模，现在谁也不知道，所以都是谜。其实，有关金代巨额财富的去向问题，也常常吸引着历史学家和民间的收藏界。大家都喜欢去阿城探个究竟，尤其是金代曾经的故都金上京，以及它周围的金代其他古城遗址。